最想減邊個做你老公呢？男朋友 Keep 呢度啊 ，Keep 呢度，好笑。Hello， 我是 Popcorn 嘅 Cat， 我是 Popcorn 嘅珠寶。我哋今日要考驗下大家對 Mira 同埋 Ella 嘅認識。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開始啦。Go。好啦，我想問下你中意 Mira 定係 Ella 多咧 ？Ella， 我中意 Ella 多啲嘅。中意 Mira 多啲咯，我就Ella 咯，兩個都幾中意嘅。我最中意 Ella， 我應該中意 Mira 多啲嘅。兩隊都中意喎。Mira 裡面你係十二個當中，你最中意邊一個啊？其揀一個。姜頭。我中意阿 Jer。呢排幾欣賞下呢個 Jeremy。我最喜歡 Tiger， 最近看這個調教你 Mira， 我覺得他原來都是一個很為人著想的男仔，而且他又是做事會很認真，即是跳舞很 charm 那些。Ella 裡面呢？193高大靚仔，知他什麼料吧。我想四個裡面你最喜歡哪個？我最喜歡肥仔。有沒有聽過肥仔的單曲先？有日日唱聽下先。 I'm Lady Killer。 我中意193，我串嘴啊嘛，我哋中意佢。幾中意193保期？之前何啟華一哥。點解你會中意佢咧？靚仔、暖男、隻手靚。我中意阿迪啊，有型咯。佢嗰陣時表演嗰啲話劇咧，全民造星，佢係好有創意嘅人嚟嘅，有吉才咯。咁如果再有單曲出嘅話，你最想邊個再出多啲單曲咧 ？Tiger 咯。咁我最想係 Jeremy 喎，係因為 Jeremy 都係一個默默努力、好勤力嘅男仔嚟嘅，係咁，所以我都好中意 Jeremy。係寶琪，因為佢自己做好多，但係我都想佢真係有派台歌咯。陳卓賢咯，有才華啊嘛佢。Lock Man 隊長，因為 Lock Man 其實好有實力，但係佢係咁比曬其他人咯。你可唔可以配到十二個出嚟啊？Tiger、姜圖、Anson Low、Anson Kong。Frankie， 跟住仲有咩啊 ？Frankie， 仲有 Stanley， Ian，Jeremy， 系，哇，好勁喎！乜嘢做啲咩先？已經好好喎，好勁喎 ！Long Man 係喎，係啦。姜圖 ，Anson Low，Anson Kong， Frankie，Stanley， Jeremy，Eden，Tiger， 仲有 Ian，Elton。哇，好劲喎！劲即系 fans 要拍手，要拍手。咁你有咩嘢说话想同佢哋四个讲呢？可唔可以净系同 B 嗰个？可以可以可以，私心私心。系之前何启华一个。好。上次冇 friend 同佢一齐玩死亡行星，咁我觉得佢好 sad 啊。系啊，我觉得佢可以邀请啲 fans 同佢一齐玩死亡行星。呢个佢哋可以谂下喎。希望我 B 哥见到呢个访问。继续加油啦！因为系啊，香港都好耐冇出过偶像啦，真系属于真系香港嘅偶像咯，系啊。加油加油！保持你哋嘅真心，我哋最中意就睇你哋够真，咁所以请你继续保持你哋嘅真心，香港就靠我哋噶啦！加油咯！其实一定要多啲 Viu TV 嘅团体出现，咁就唔使佢哋两个撑得咁辛苦。其实我觉得香港可以组出一对咁嘅团队，其实好犀利，咁所以加油加油啦！他們畢竟出道都兩年了，樣其實他們經歷了很多事，可能現在被人的感覺是很紅，但是他們知道自己其實可能由第一年造星出來到現在其實有很多改變，我希望他們可以做回自己咯。希望你們十二個都給心機，因為知道是一個很難得聚在一起十二個人，希望你們都繼續支持對方啦，一起為呢個團體努力，係啦，喺香港打出名堂啦，咁我相信好快咧就會喺全亞洲度好出名啦，可以係咁開 show 啦，跟住就環遊全世界去喺咁派台啦啲歌，跟住同埋去巡遊咁唱歌咁樣咯。好，係啊，好。加油！加油！好，仲有冇啊？不要放棄咯，越嚟越多人會支持佢哋。你咧？就算嗰個唱歌嗰啲 skills 或者有啲人踩都好啦，但係 keep 住佢嗰團心，嗰團火。好 keep 住佢團火，係呢個好重要啊！多謝你哋。做老公，你會十二個之中，你會想揀邊個呢？做老公啊？我咯，其實係。你遲啲，你遲啲。老公，我會揀 Lock Man 喎。是點解啊？因為 Lock Man 係一個，即係佢係隊長嚟噶嘛，佢係一個好有承擔啦、好型嘅男仔嚟噶，佢好 man 噶，係啊。Eden 咯。Eden 呢度。
點解啊？哦，你中意 Elon 做？唔係，因為我阿媽中意，我阿媽話可以嫁、再嫁一嫁你一個就嫁佢。講笑我講嘅啫。OK 好笑，好笑啦，係啦。我都中意 Elon， 可唔可以兩個？可以啊，可以揀兩個。揀兩個。佢話唔可以咁貪心㗎，小妹妹點啫？要專一啊！系啊，老公，老公落命，点解啊？因为我觉得佢嘅责任感好重。你好似好中意落命喎。吓，都系噶。落命系老公人选喎，睇你。Elton， 咁加姜涛啦。Eden 嘅。咁如果男朋友呢？阿Jo，阿Jo。OK， 哇，我谂呢两个系你嘅心水啊。系啊。男朋友啊，咁我又会拣 Eden。男朋友想邊個做你男朋友？邊個？邊面嘅？呢個。男朋友就係 Eden 啊。哦，男朋友係 Jeremy 嘅。啊，呢個聽我個 friend 講嘅 Eden 咯。Eden 呢度。AK， 我識揀啦。佢安全感比較高。都係 Eden 喎。佢安全感比較高，你覺得？係嗰個 feel， 即係第一感覺。哥哥咧？哥哥哥哥是姜濤 ，OK， 好。陳卓賢 ，OK。好多人想 Eden 做佢哥哥喎。我知，因為佢錫妹妹啊嘛，佢一向出名錫阿妹噶嘛。聽下。咁啊，Ava 啦，你中意咁啊？如果俾你揀老公嘅話，四位裡面你最想邊個做你老公咧？我唔開心，可能佢會聽我講嘢嘅。可唔可以遮佢樣隔離咁得？你可以遮佢塊面度嘅。都係唔好遮住，咁撚唔係咁靚。好，嗰個193，咁阿迪啦，梗係阿迪 ，OK， 好。Ada 老公啊，揀呢個，揀呢個啊，阿天明師傅話呢個好啊，暖男嚟噶，夠型啦，193。咁如果男朋友咧？男朋友啊，男朋友我會揀寶婷。艾咧？佢唱歌會作歌咯，會作曲咯。咁如果做佢女朋友，可能會有啲 surprise 嘅。男朋友算啦，俾一個33豬啦，33豬做男朋友都幾好。夠高係嘛？係夠高又靚仔。男朋友啊，俾阿子啦。肥仔咯。肥仔點解啊？因為佢得意咯。唔係又識跳舞。係啊，識跳舞係啊。男朋友一個生。咁做哥哥咧？哥哥。我都會揀哥哥咯，因為佢好暖男。肥仔咯，得意啊。哥哥就係阿子咯。係啊。點解咧？佢比較好似成熟啲咯，哥哥我覺得係肥仔。點解啊？因為我有個朋友係叫肥哥哥。死啦！肥仔會好唔開心。雖然我最中意你，做哥哥好啊，佢會唔會離開你啊嘛？佢好保護人，我覺得佢好即係好 take care 人哋嘅人咯。啊！我哋今日嘅街坊就到呢度啦。咁我哋就睇一睇個投票結果先。首先咧，我哋街坊最多人氣嘅就係 Eden 啦，同埋佢係最多人投佢想做男朋友嘅。然後就係 AK 啦，好多人咧都想佢做哥哥嘅喎。咁最後啦。最多人想佢做老公噶 ，Ava 嘅成績咧，真係最估唔到，最估唔到，係最多人投阿子做老公嘅。跟住咁有男朋友就阿193啦，呢個非佢莫屬噶啦，因為好多人都揀佢。咁另外阿哥哥咧就肥仔啦，咁阿肥仔都真係好好嘅，但係真係估唔到阿子係真係咁多人投佢嘅。所以花姐你唔好再話佢樣衰啦，呢個香港人係睇內涵噶。如果 Ava 咧做哥哥咧，我都係揀肥仔嘅；男朋友咧，我都係揀193嘅老公。都系你啦，193。做我老公嘅话，我会拣193嘅，中意啲高嘅男仔嘅。男朋友咧，我会拣宝琪嘅，因为佢搞笑。哥哥我会拣肥仔，我会拣 Eden 嘅，因为我觉得佢才华好多，同埋好想揭发下佢内心嘅一面咯。我会想 Eden 做我哥哥嘅。咁啊，我揀 Anson Cole 啦，哥哥、男朋友、老公都係佢，一來型啦、靚仔啦，佢同一樣都係天秤座。咁就記得中意我哋條片嘅話，就 like and 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撳埋隔離嘅鐘仔，下段片就可以見到我哋噶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好熱。
是有啲熱嘅，係啦，有少少攰嘅，不過係勵志嘅，再接再厲 ，OK。